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三的法政現場，繼續有我QV男朋友和法巴的 Martin 和大家一起看著大事。 Hello Martin。 Hello Karen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那我們立刻看回恆指現在表現先，恆指現在表現是 25,682 點，就升了46點，大市成交就有628億。 Martin 是看到呢，經過今早昨日急速上升之後呢，今日港股回來呢都要唞唞氣啊。看到呢今日新經濟股呢大部分呢都是回調回落來的，但是呢看到呢目前大市來講呢就沒有很大的誘因呢令到它落回來的，資金呢昨日呢就積極加倉牛證啦。 Martin 今日資金流有沒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今朝啱啱開麥之前咧，都特登望一望，即係啲公司。雖然我而家喺屋企啦，咁但係都望到公司啲系統。咁其實見到資金流方面咧，其實都仲係以呢個嘅買牛證為主嘅。咁包括呢個恆生指數啦、騰訊啦、港交所啦、美團啦，同埋呢個阿里巴巴咧，都相繼係見到有啲資金咧流入咗一啲比較貼價嘅牛證去到部署嘅。咁我相信即係市場嚟講咧，對於呢個港版嘅科技指數咧，就都幾幾點講咧？幾心存呢個幾大嘅希望啦。咁同埋見到尋日即係全線嘅即係所謂嘅指數成分股咧，亦都升咗即係5%至8% 不等啦。港交所嗰啲亦都即係升得好犀利啦。咁但係我見到今日嚟講咧，個市開始靜翻少少咧。其實我都提醒翻大家，雖然呢個指數似乎好似好係威係勢啦，咁但係其實開始亦都有啲媒體報道，或者有些記者都開始訪問我，都提到就係話究竟會不會發行商用呢個指數去到做一些產品啊等等。咁我諗即係呢度都講一講，其實第一步咧最大機會都是一些 ETF 的基金。因為 ETF 基金咧，佢係揸住正股股票為主嘅，咁所以佢哋會比較容易做到一個指數嘅表現出嚟。至於我哋發行商呢啲嘅衍生產品嘅話咧，最主要嚟講都係要靠期貨喺度，咁所以究竟有冇可以帶動到去到二線嘅衍生產品嘅情況咧，就好睇呢個港交所會唔會用呢個指數去做一啲期貨或者期權產品出嚟先知嘅。咁所以變咗即係今日嚟講，見到呢一系列嘅股票咧，亦都開始冷靜翻少少啦。咁但係同埋另一樣嘢都留意，其實 都算好，就是話見到個市開始冷靜翻落嚟，咁但係個成交金額咧就依然維持一個高水平，大概都每日都有成1600億-1700億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都值得大家繼續留意住個市最新嘅發展係點樣樣嘅。咁睇緊我哋觀眾朋友咧，如果大家都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即刻留言入，咁 Martin 咧會即刻解答翻大家問題啊。咁我哋咧就日日都會講呢個科技股啦。咁其實見到琴日咧，騰訊啊、阿里咧都係牛證比較歡迎一啲嘅，係咪因為咧近期嗰啲 call 輪咧嗰個槓桿咧唔夠牛證吸引啊、牛熊證吸引咧？咁 Martin， 我想問咧條款上面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咁另外亦都見到有朋友仔都問只3690可唔可以 call 咧？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即係美團甚至乎阿里巴巴9988嘅話咧，兩隻都係喺上個或者今個禮拜頭啦，上個禮拜尾回吐嘅時候咧，都係去到大概20天移動平均線嗰度咧就守住咗噶啦。咁啊，相比起某一啲其他即係之前熱炒嘅板塊咧，佢似乎20天平均線咧，暫時呢兩三日睇翻咧，都仲可以當係一個即係支持去到留意翻。咁始終美團同埋9988阿里巴巴呢兩隻，其實仲有隻小米1810都係嘅，咁都有機會喺8月中嘅時候咧，就即係恆生指數服務公司咧，除咗啱啱公布咗呢一個嘅科技指數之後咧，下一輪佢哋密切要準備密羅緊股嘅就係咩咧？那個恆生指數同埋國企指數成分股嗰個嘅審視究竟個成分股會唔會有新嘅一啲同股不同權嘅指數納入去？咁當然啦，呼聲最高、機會最大嘅就係阿里巴巴同埋美團呢兩隻啦。咁所以即係始終呢兩隻跌極有個普嘅時候咧，20天移動平均線咧，唔排除有啲投資者會用呢個位置去到做參考嘅。咁但係即係都要提翻大家，阿里巴巴會好少少嘅個情況，但係美團嘅話咧，你留意翻，因為佢之前升得比較急嘅話咧，佢嗰個嘅20天移動平均線咧，其實偏離咗佢即係譬如再長線少少嘅，譬如3個月啊、100天啊嗰啲嘅移動平均線咧，個距離都有一定喺度。我之前睇過就係話，譬如相關嘅一啲移動平均線大概150幾蚊咁樣樣，所以都仲有少少下跌調整空間嘅。如果真係要調整嘅話，咁所以變咗大家即係喺部署上嘅時候咧，注意翻呢個風險嘅話咧，咁但係其實
睇翻住，好快嘅就八月中就會宣布。咁所以其實即係數埋而家大概兩個零三個禮拜到，咁可能大家即係禁聚令啊 ，work from home 之後翻嚟已經要宣布呢個消息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可以關注住呢兩隻嘅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嘅。誒 ，Martin 人見到有觀眾朋友問只386 call 唔 call 得咧？只中石化。哇！石油股 call 唔 call 得咧？好坦白講，我都唔知幾耐冇撳過呢三個 number 啦。我相信可能真係農曆新年打後，即係油價跌完之後，我都冇撳過呢幾個 number。咁我諗386呢個我唔會太詳細去評論，因為第一即係始終市場資金冇乜點樣關注，同埋第二就係話。油價一路都喺一個低位嗰度增持緊，咁同埋你見到而家全球個經濟都真係影響咗石油嗰個消耗嘅時候，那個油嗰個需求始終唔係大家即係對上一次即係啲飛機航運停咗咁耐，咁你而家車如果禁聚令，你見到好明顯條街都少咗車啊咁樣樣，甚至乎你講到即係好多用油嘅工業啊，咁係咪都仲喺度用緊咁大量嘅油咧？咁我覺得即係你石三百。六就係石油提煉之一啦，咁但係你提煉咗出嚟冇需求嘅時候，咁又會點樣樣可以令到個公司有盈利增長咧？係咪？咁即係大家都講緊科網股，大家都講緊網上新經濟嘅時候，你講翻傳統工業嘅話，咁好睇你自己愛嚟做咩？但係如果你話用嚟 call 嘅話，即係用渦輪嘅話，咁我就覺得有一定嘅保留，因為你用得 call 輪嘅，一般嚟講都係用一個短線嘅槓桿部署啦。咁但係短線386會不會有一個明顯的反彈呢？我剛才都說了，即大家依賴緊個經濟復甦，都不是依賴緊舊經濟，都不是依賴緊傳統工業的時候，石油的用量會不會提升呢？即是自己要評估一個風險在後面。嗯，咁科技股咧，我哋就講咗好耐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繼續問 Martin 嘅。咁見到咧，除咗科技股之外咧，近排一啲舊經濟股咧，咁大家咧都關注翻嘅喎。咁見到咧，舊經濟股裡面咧，保險股都比較強勢一啲嘅。咁見到咧，中資金融股裡面咧，咁券商股咧都比較受於即係券商股、保險股都係受於嗰個政策寬鬆啦。咁見到咧，國壽啊、新華都好似做得唔錯喎。咁但係平保好似就落後咗少少。咁部署上應該點樣做咧 ，Martin？ 其實睇翻平保啦，我諗即係最即係之前即係唔同節目都有講過幾次，就係話平保同埋國壽最大嘅一個分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咩咧？第一季宣布業績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哋嗰個嘅表現咧都幾大差別嘅。我記得當時咧就係平保喺呢個國壽出咗業績先嘅。咁於是乎就比較好少少嘅，因為佢哋話啦，管理層話啦，就成功利用咗一啲網上嘅銷售平台，令到新增保單可以繼續維持一定嘅數字啦。相反嚟講，平保你以為佢即係大隻啲咩？咁但係其實反而佢嗰個第一季嘅季績咧比較差少少嘅。咁嚟緊其實而家都去到7月22號啦，咁嚟緊好快，其實亦都開始第二季季績嗰個嘅週期嘅時候，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究竟第二季的時候，這兩大的保險公司那個盈利的數字有沒有一個逆轉呢，或者有沒有一個改變呢？平保能不能夠追得上來呢？國壽會不會繼續維持一個高速的增長呢？這個大家都要注意翻啦。另一件事要注意就是說什麼呢？平保現時嚟講咧，喺個 AH 股差價入邊咧，係即係其中一隻最細嘅藍籌股。相反嚟講咧，國壽咧反而係 AH 股差價入邊其中一隻最大差價嘅。而家香港做緊十幾蚊港紙嘅一個股價咧，喺國內係做緊40幾蚊人民幣咁啊，即係差價差咗成50% 咁多。咁其實你見到近呢幾日嗰、那個香港嗰個資金流咧，都會比較上係以呢個嘅個成交金額大咗啦，咁個表現亦都開始似 A 股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留意翻究竟即係會唔會有個 A H 股差價嘅概念喺度，咁啊令到多啲人睇翻呢一個嘅國壽呢一隻嘅股票嘅。好，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多謝曬 Martin 啦。咁如果大家咧想緊貼更多大市資訊咧，記得留意一陣間5:30財經直播 Facebook， 繼續有 Martin 同大家一齊睇住大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